这个时候今天我们都是一个主日，也都是一个报道会。当然我们不是那么简单唱几首歌，是不是讲下道，是但是我们今天有特别一点，有线上的儿童主日学呈现一首诗歌，多谢他们的呈现和他们老师的制作。我们一起来观赏这个影片。小小的时候有着一个梦，十二月的天空有圣诞老公公，他会带来礼物，他会带来祝福，可是等了好多年他都没出现。长大的时候有人告诉我，十二月的天空耶稣为我降生，他会带来礼物，他会带来祝福，圣诞主耶稣是你我的帮助。没有圣诞老公公，只有爱我的主耶稣，赐给我喜乐平安，为我们带来祝福。没有圣诞老公公，只有爱我的主耶稣，叮叮当叮叮当，耶稣给我们礼物。小的时候有着一个梦，十二月的天空有圣诞老公公，他会带来礼物，他会带来祝福，可是等了好多年他都没出现。长大的时候有人告诉我，十二月的天空耶稣为我降生，他会带来礼物，他会带来祝福，圣诞主耶稣是你我的帮助。没有圣诞老公公，只有爱我的主耶稣，赐给我喜乐平安，为我们带来祝福。没有圣诞老公公，只有爱我的主耶稣，叮叮当叮叮当，耶稣给我们礼物。主耶稣赐给我喜乐平安，为我们带来祝福。没有圣诞老公公，只有爱我的主耶稣，叮叮当叮叮当，耶稣给我们礼物。叮叮当叮叮当，铃声多响亮，你看他不比风霜，面容多么慈祥。叮叮当叮叮当，铃声多响亮，他给我们带来幸福，大家喜洋洋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看到我们的小朋友跳啊，真是几兴奋，系咪跳到几释放啊！都系多谢啲家长们嗬，或者老师们同学们嗬，主要学生嗬，有听到佢讲唱一句嘛？没有圣诞老公公，只有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！今年我哋嘅主题嗬，我哋嘅布道会主题就系爱的圣诞嗬，爱可以开灯啊 ，sorry， 爱的圣诞。爱的圣诞其实看个字已经是很清楚了，大家爱的圣诞就是爱一个诞生，是不是爱的降临，阿们嘛。所以爱这件事其实是一份很昨天牧师也有分享，爱是一份礼物，是不是？今天我们有第二 part， 这份爱的礼物我们怎样得着，我们怎样去得到这个
无价之宝啊！呢个礼物讲明系礼物啊！我今日先领受到一啲嘢啊！讲明系礼物，就系、是、你系用钱买唔到嘅，因为系要人俾你嘅呢个礼物。哦，如果系你买到嘅嗰只就系唔系礼物啊，系你送俾人哋嗰只就系礼物啦。哦，所以呢个系真系耶稣俾我哋嘅礼物。我哋邀请我哋今日嘅讲员，哦，廖国华牧师嚟俾我哋分享神，哦，得点样得着呢个秘诀？我哋热烈欢迎我哋嘅牧师，哈利路亚。多谢主席，弟兄姊妹平安，圣诞蒙恩，新年蒙福，哈利路亚！亦多谢我哋敬拜团咧咁好嘅带嚟嘅敬拜，感谢主。线上嘅弟兄姊妹同埋朋友，咁咧都向你哋问安，在主里。今日是什麼日期啊？12月26日。咁啊，今日咧係咩日子啊？英文咧，西方佢哋叫做 Boxing Day， 所以咧就係打 boxing。當時咧就係話咧英文咧半桶水嘅時候咧，七個字典嘅時候咧，真係打搏聲嘛啊！咁咧就其實咧係拆禮物，咁變咗咧就叫 Boxing Day， 因為咧就係好多個禮物放喺嗰度，咁啊跟住咧26日咧就係拆禮物噶啦。所以尋晚咧我哋就講咗禮物，今日咧我哋就要嚟一齊嘅嚟拆呢個禮物。咁啊，好感謝主，你哋嘅教會咧係喺羅牧師嘅帶領同埋咧就長執之下咧，能夠一齊嘅配搭你侍奉，就開咗呢個聖誕嘅佈道會。我一般上咧睇到教會咧佈道會咧，咁咧就係有兩種嘅反應。大多數一聽到佈道兩個字嘅時候咧，咁咧第一種嘅反應係咩咧？我嚟報道，即係報道嘛，所以變咗咧就係咧自己帶自己嚟，咁呢個都唔錯喎，因為咧最得閒就你出席噶嘛，所以每次報道會咧佢都嚟報道嘅。咁另外一種嘅反應係咩咧？就係叫做布道會，布道嘛就唔到咯，所以直情咧就聽到咧報道布道，我就布道咯。事情都不出席的。其實呢，真正的報道是怎樣的報道呢？報道那個道是很重要，但是今天很多搞搞下的時候呢，就不是叫做報道，沒有個道，但是報報紙啦、報告啦，很多的東西。曾經有一個團體好热心嘅气咧，做报道嘅工作。佢哋出钱，佢哋出力，真系好多。咁咧，一年入边咧，佢哋带咗几多人信耶稣咧？咁呢个系真正嘅证实嘅呢一个分享嚟嘅。佢话咧1600个，犀利冇？365人，1600个，佢哋用咗好多嘅钱，好多嘅节目咧。咁咧投入嘅時候咧，哇，好高興啊！睇到咧就係1600个人咧，佢哋咧就係舉手信耶穌。但係一年之後，你估下1600个人舉手信耶穌嘅，有幾多個喺教會參加聚會？一個都冇啊！佢個會長講。我哋应该检讨下乜嘢出咗问题咧？结果佢哋就真正嘅咧，就系喺检讨嘅时候，佢哋发现到当然啦，即系话咧跟进嘅工作啦，各方面啦，其实跟进嘅工作咧最犀利嘅系边个咧？因为我曾经做咗一啲嘅研究，报道会入边最成功嘅就系话咧跟进工作最犀利嘅
是葛培里布道会 Billy Graham。 一年前他们就是说准备的这个报道，跟着报道了的时候，一年里面做跟进，以致到那些人所有举手信的都要回来教会。所以今天为什么1600个竟然一个都没有呢？哪里出了问题？后来他们讲的时候，检讨的时候呢，就是缺乏一样东西，少了那个道，报道道很多是讲见证，很多是讲医治，所以很多来的时候呢是得医治，但是没有得着医治的主。所以呢，我曾经有一个报道会，是一连串的报道会，我们排字的。咁咧，我前边嗰个讲言咧就系、是、神医报道，我都帮佢翻译嘅。哇，好犀利啊！几百人咧得咗医治喺嗰度，但系咧竟然咧冇人翻教会嘅600个。我哋就发觉到真正需要嘅系乜嘢？唔系单单举手，唔系单单得着医治。喺我嘅神学院教导入边，我强调咧就系话咧，我哋嘅报道会一定要有道。当你有道的时候，即使一个举手一个而已，但那个是怎样呢？他会回教会，他会怎样呢？被栽培，他会成为领袖，他会带领很多很多的人信耶稣，这个就是种子来的。所以不是看那个举手。今天我不是做训练班，但是因为太兴奋的缘故，所以就是三句不离本行。咁咧就係入邊咧有嘅咧，我就覺得我哋需要真係咧整頓整個馬來西亞嘅中文教會，真正去做報道。所以今日我哋嚟報道，我哋一定要講道，我哋一定要嚟睇神嘅道，然後你要對神嘅道咧有所反應，接受神嘅道。今日咧嘅主題叫做不一。样嘅圣诞节，寻晚我哋讲爱嘅圣诞，咁咧就系话咧，今日系 Boxing Day， 我哋要拆嗰个礼物。我哋一拆嘅时候咧，我哋就发觉到，哇！这个圣诞节咧系不一样嘅。咁点解系不一样咧？圣经入边有记载，马太福音第一章第20节至到23节，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翻出嚟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愿神赐福佢自己话语。呢个系马太福音。马太福音咧就系话咧，从第一章第一节开始，至到最后一章28章最后一节嘅时候咧，整本书入边咧只系强调呢两个字，系咩咧？就系咧同在，神嘅同在。Emmanuel， 以马内利的神。所以在第一章的时候出现的是什么呢？是耶稣的家谱来的。是谁生谁，谁生谁，谁生谁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是很重要。为什么呢？当时马太要强调一件事，就是神与人同在。跟什么人同在呢？当时在里面有些出名的人，很犀利的人物，阿伯拉罕，这些很犀利的，即是说他们是 top 的人。还有些是什么？有地位，甚至就是说很有出名在那里。那变成就是说这些人神与他们同在，我们觉得切，根本不会有稀奇了，神一定会跟这些 VVIP 的人在一起。但是马太却是强调神不是单单跟那些有钱有地位很巴闭 VIP 的人同在，那我们这些隔针拨钉的人呢，那神呢根本都看不起啦，是根本都不爱我们啦，是根本都不会跟我们同在啦。不是的，马太竟然呢提到呢就是有女人的名出现在耶稣的家谱里面。你要知道呢就是说呢，在犹太人的世界里面呢，他们根本看不起女人。
所以每一日猶太人嘅祈禱咧，佢哋好巴閉嘅喎。佢話：神啊，你創造我，感謝神，係堂堂嘅男人，唔係女人，所以佢哋睇唔起女人。佢哋覺得咧就係話咧，女人係冇地位。但喺馬太入邊咧，既然出現咗唔係一個，係四個女人嘅名字出現。即是说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，他抬高了，即是说妇女的地位，而且四个女人的名字，你回去读的时候，其中有些是怎样呢？是非常非常的怎样呢？卑微，甚至就是说可以说是卑贱的女人，但是因为有神的同在，他们的命运改变了，不单止他们的命运改变了，他们更加有这些地位，好像其他的男人，好像 VVIP 一样。所以今天我们的耶稣都是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，无论你的出身，你的背景是怎样都好，是卑微都好，但是我要跟你说，圣经说神与人同在。甚至去到最后一章二十八章的时候，当耶稣吩咐呢所有的门徒，包括你和我，他说我们一定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。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他说什么？我就与你们同在，我与你同在，我与你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今天耶稣要强调一件事是什么呢？就不是单单神与我同在，我们要去传的信息就是神呢是与其他人的同在。所以当你跟他讲的时候，分享的时候，你能够说他怎样跟我同在，好，今天都能够跟你同在。神是以马内利的神。所以今天不一样的圣诞是一定有神的同在，没有神的同在呢就是一样普通，根本没有神同在的这个圣诞节。如果有神的同在的圣诞节，就有神的恩典、神的恩慈、神的恩宠和神的恩膏。哈利路亚！所以今天你和我选的是什么圣诞节呢？如果是选一些一样的圣诞节，那就好像陈孟所说的，我们就是说一样的圣诞节是没有主角的，是没有耶稣的，是没有神的同在的，只有什么呢？配角，只有什么呢？就是KLFL。所以呢就有火鸡啦，有薯啦，跟着呢有圣诞老人啦，搞搞下的时候呢有圣诞 Miss 啦，咁呢就是说呢着 mini skirt 的啦，越着越短的啦，咁不是呢是派礼物，是呢卖酒卖烟。所以这些一切呢给我们看到呢就是说呢是一样的，年年都是一样。咁咧就系话咧冇神嘅同在，但系真正呢一个不一样嘅圣诞节，有神嘅同在咧，就一定有咁样嘅情况。当时咧记载咩咧？有博士去朝拜耶稣，跟住咧就系咧将礼物俾耶稣。今日搞家客嘅时候咧，唔系将我哋嘅礼物俾耶稣，系周围去派礼物，跟住咧系换礼物。跟住咧就买礼物，跟住咧就派礼物喺嗰度，只为乜嘢咧？就系、是、自己 happy， 自己 lucky， 唔理主角，唔理佢，当系透明，当系点样咧？冇道嘅。圣经同我哋讲得好清楚，喺历史入边咧，耶稣嘅诞生只系一次啫，但系耶稣每一日，直到今日。他都是诞生在人的生命，要与人呢永远的同在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要改变人的生命，他能够帮助人的生命，他能够释放人的生命。所以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，若有人在耶稣里面呢，他是怎样呢？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全部的旧事，所以全部呢都已经过去了，一切都变成新的。
有一对夫妇，他们都是做这个航空业服务业，是空中小姐，空中即是说呢少爷。咁当时呢都做得好开心，好成功。尤其是呢个做爸爸嘅，但系佢哋有一个细蚊仔，呢个细蚊仔呢就俾佢哋好大好大嘅打击，因为呢个细蚊仔有自闭症，系好严重嗰啲。所以因为咁嘅缘故嘅时候呢，佢哋唔知道点样做。冇晒希望，要完全嘅放弃去服侍呢个自闭嘅细蚊仔。但好感谢神，佢哋听到福音，然后咧就系牧师强调，神与佢哋同在，个盼望就喺嗰度。佢哋夫妇咧两个人，日日夜夜。在他这一个自闭的细蚊仔的耳仔边跟他讲什么呢？神与你同在，神与你同在，神与你同在，你是 champion， 你是一定得的。弟兄姊妹，故事缩短来讲，这个仔竟然成为了呢，就是在学生当中呢是最 top 的一个学生，而且呢就是说呢最聪明，表现是最好的。对，最后怎样呢？爸爸最后做了牧师，因为他觉得神的同在。弟兄姊妹，不可能的事情，但是因为神与他同在，他们讲的说话就在他的这个自闭仔的耳朵里面，就讲神的同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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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完全改变他的神蚊仔。在我以前牧养的教会里面，有一对夫妇可以说很成功，但是带他的细蚊仔来教会来见我的时候，他真的头耷耷眼湿湿，见到金都不识执那种。他跟我讲，牧师，我的仔自细就有心脏一个窿，就因为心脏有窿，他的健康很受影响。我们看了很多的医生，到最后现在只有一个盼望，这个盼望呢就去 Australia 那里，跟着就专科医生帮他做手术。他说不是一次，他说大个了的时候呢，因为呢所有即是说他有窿过的地方呢全部都要再换，即是说十几年十几年就要换那个好像 spare part 一样。我鼓励他夫妇信了耶稣，很奇妙的。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时候，我们是很强调祈祷会，而且我们的祈祷会呢可以让你知道，就是说呢是多过呢即是说呢主日崇拜的人数来的。因为在祈祷会里面呢有很多弟兄姊妹，他们会带其他被信主的，或者就是有些信主的解决不到问题的，都带来祈祷会里面。我们在祈祷的时候神迹奇事，跟着就是说打公告，就很多就参加祈祷会。所以这对夫妇都是这样，就因此信了耶稣。很奇妙的，他跟我说，牧师，我们去 Australia 动手术的时候，你可唔可以祈祷会入边咧，帮我个仔祈祷咧？我得，我一定会咁样做。所以喺祈祷会入边嘅时候咧，佢哋喺 Australia， 咁咧我哋咧就靠电话联络。嗰时候咧就冇咁方便啦，个手机。咁咧就喺度联络嘅时候咧，我话动紧手术未啊？佢话入咗手术室，仲未动手术。但呢个太太咧，因为信咗耶稣，两公婆咧信心好强，佢就同我讲，牧师，耶稣已经医好我的仔。我说，动了手术的了。他说未啊未啊。我说为什么你会知道的呢？他说我刚刚读圣经，这段圣经讲很清楚，他说我的儿子绝对不会死，一定会好。这句说话
提醒了神与我同在。我说姊妹，你知不知道你读那段经文呢，就刚刚好我们在祈祷会今晚我们讲的经文是一模一样的，你的仔绝对不会死在那里，都没动手术。弟兄姊妹，神真是行神迹奇事。今天他们夫妇二人呢，不单止侍奉神，他的仔都很热心侍奉神。我有一次在你的教会退休会讲道的时候呢，这个做爸爸的做了牧师，跟着这个是个太太做了师母的时候呢，很热心的侍奉神。他带了一个小蚊仔，现在不是小蚊仔，一个小女人来到我面前，牧师你认不认得是啊？我说不认得了。你就是心脏有窿那个咯。我说哈，哈利路亚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神的同在。昨晚这位姊妹咁咧嚟同我倾偈嘅时候，咁咪同佢介绍咧，就系话咧，佢妈妈系边个边个，佢爸爸系边个时候，我同我太太师母倾嘅时候咧，我呢个细蚊仔系咪以前我见过嗰个咧？佢系咯，就系佢嘛。我吓，真系变晒，女第十八变，男大咧十九变。即是说完全都不认得在那里。但是我看到一件事是怎样呢，就是说他讲的时候我觉得神的同在。哈利路亚。我根本说我说没可能。但这个是神的同在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有不一样的圣诞的主角，就是救主主耶稣。不一样的圣诞，第一样呢是什么呢？是不一样的预告，预先的报告。在二十二节、二十三节那里，你发现到呢，这段的经文跟我们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。这个应许呢，是在七百年前呢，神藉着先知以赛亚来预先报告给我们知道，就是说救主将会诞生的。弟兄姊妹，尤其是姊妹，我们最巴闭是怎样呢？一年前的时候我们才会报告，哎，我有了，跟着就 selfie 在那里呢，看自己的肚子，现在还轻一点，在那里呢几大的时候呢，就突个肚子几大，在那里影响个 selfie 在那里，哇，几有型啊，在那里。那个年代呢，不是一年前的报告啊，弟兄姊妹，是七八年前啊，打锣打铛 selfie 都已经出来了。这里说什么呢？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的报告是这样，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什么呢？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发觉到祂的能力？你有没有发觉到祂的权柄？你有没有发觉到就是说祂到底能够发挥到做些什么呢？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就给我们有答复，这里说，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诞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跟着怎样呢？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名称为什么呢？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弟兄姊妹，经文要解释的是什么？就是主耶稣呢，他是要介入人的中间，要改写个历史，要成为什么呢？以马内利，神与我们同在。换一句说话说，无论你遇到什么的问题，经济的问题、情感的问题，或者就是生意上的问题，或者是家庭上的问题，或者是儿女仔，即是说子子孙孙的问题，神一定与我们同在。而且最奇妙的，你知不知道旧约的结束是什么呢？你读旧约最后一卷书就是马拉基书，跟着你读最后一章最后一段的时候，就是两个字的结束。旧约的结束是什么呢？就是咒诅，咒诅，
因为人以色列人不听神的警告，所以就是说在这个情况之下，神就怎样呢？不再跟他们讲说话，他们听不到神的声音，他们没有了神的怀疑，他们失去了什么呢？神的痛在。弟兄姊妹，有几耐的时间呢？400年。马拉基书到马太福音这段时间是400年。400年称为什么呢？是叫做黑暗的时期。弟兄姊妹，原来没有了神的同在，人是住在什么当中呢？痛苦、挣扎、斗争，没有平安，没有喜乐，没有方向，没有盼望。最弊的，什么都没有。直至到几时呢？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十节，天使出现，再报告，今次不是预告，今次是真正的报告和宣告。不用怕，你们面对咒诅，你们不用怕，你们面对黑暗，你们不用怕，你们面对压力、问题、疾病、攻击，不用怕。那里他说什么呢？我带来给你们的是什么？是一个大喜的信息，喜乐的、平安的，是神的同在。而且最好是什么呢？它是关乎到所有的人，是包括你和我。换一句说话来讲，主耶稣的诞生的预告和报告，是要将咒诅变成什么呢？福气。是要将什么呢？恐惧变成什么呢？喜乐、平安。所以就是说，这个报告和宣告不是单单给约瑟一个人，是给万民每一个人，只要你听，只要你接受，你就能够得着这个福音，就能够得着这个好消息。今天主耶稣都是一样，他要与我们同在，他要改写我们的历史。你不需要在黑暗当中摸索，你不需要在痛苦当中流离，你不需要在挣扎当中自我可怜，觉得自己孤单、寂寞，没人帮，没人理，或者你面对情感的挫折，因为你觉得没有神的同在，每一天你住在当中是什么呢？恐惧、恐惧、担心、忧虑、忧郁。你知道人的帮助是暂时的，但亲爱的朋友，神的同在，祂的帮助是永永远远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当我初初开放教会的时候，我们是用一个假三楼那些排屋在角落，当时是很小。有一天呢，我们聚会的时候呢，最多都是30-40人而已。有一天呢，我们聚会的时候，因为呢我们的聚会就在楼下，楼上呢就是我所住的地方来的。所以在聚会到一半的时候呢，就有人呢在门口那里呢叫门了。那我就出去了。当我出去的时候呢，我看一个姊妹揸住一架 BMW， 是最新款，是最贵，是最靓的。跟住咧，佢喺门口嗰度，佢问：你系咪负责人啊？我系啊。佢就睇睇我，喺睇我睇咩嘢咧？只有一个反应啫。喺睇我嘅时候咧，由头睇到脚，跟住嘅反应系点样咧？他看我们的教堂，周围望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有这样的姿势，这样的表现，但我都不好意思问。那他就拿了一卡片出来，他说：你是不是这个人的名字？那就是说这个地址是不是这个？我是啊。他说：你可不可以医我？我说：我都不是医生，我怎么医你呢？你如果找医生的话，是隔离街的店铺那里前面。
那個醫生才對的。他說不是、哦、是另外一個醫生叫我來找你的、哦啊、醫生叫你來找我，我說你有沒有搞錯、啊、可能你同名同姓同地址都不頂在那裡、啊、或者舊的這個人住在那裡嗎？他說不是、哦、他說呢是這個人這個地址來的、哦、他說呢你一定能夠醫我的、哦，我是哪个医生这样介绍啊？他就拿另外一个卡片给我看，我哦，他介绍来的，我知道你有什么病了。他说你又知道你失眠，你睡不着觉很多年。他就问我，你是不是算命的？你怎知道我有这样的病呢？我很简单啫，这个医生介绍来的呢，十个九个呢都是失眠的，睡不着觉的，是搞不定的呢，你就介绍来的了。他说你能够医吗？我不能够医。他说谁能够医啊？我上边那个可以医咯。他说楼上还有一个吗？我楼上还有一个很靓的添在那里、啊、那他说呢要不要吃药的？我说要。要吃多少次啊？一日吃三次在那里。是什么药来的？叫做良药。有这样的药吗？有，圣经讲的吗？医治全身的良药，浸言书讲的吗？如果你得着的话，一日吃三次，跟着呢就是七日、啊、要不要啊？他说需不需要开刀的？要。那他说不是很惨？不用惨的，开刀但不需要刀、啊、他说开刀不需要刀的吗？我说可以，在那里。那什么呢？是圣经来的嘛，神的话语就好像两年的利剑啊，帮你开一开，一开的时候就搞定的了。这样都得的吗？得，在那里。七日里面，我们为禁食祈祷。第七日，我约那个医生，每一次都是这样的了，他就跟我一起，我们一起为他按手祈祷。弟兄姊妹，那一晚他睡到好像一只猪一样。跟着第二天他作见证在那里，哇，非常之好啊。我说耶稣医好我在那里了，那就是说多谢你们，多谢你们。我不是，是因为你接受耶稣，你读读下的时候，吃吃下药的时候，你又发觉到那个刀越来越来了。我说是啊，跟着你就开了你的心。是啊，那你就开了心，耶稣就进来了、啊、因为有耶稣在里面的时候，神与人同在，他就医治你，他耶和华的拉法，而且他的鞭伤是叫你得着医治。跟住佢同我讲，牧师，我必须要向你道歉，好唔好意思？因为我睇你嘅教堂，同埋睇你，同埋睇你揸架车嘅时候咧，我一直嘅喺嗰度摇头嘅时候咧，佢话啦，我知道我一定要同你道歉喺嗰度。我系咯，点解你会咁样嘅咧？系咪瞓唔着觉嘅人都系咁样嘅咧？佢唔系，系我啫喺嗰度。我点解系咁样咧？佢唔好意思、哦，因为其实咧，我住嘅屋咧。那个游泳池呢都大过你的教堂，你的教堂千几尺，我的游泳池呢怎知千几尺，那里还大过你那里。我看你的车和我的车呢还更加呢不顺眼，我的是 BMW， 你的是什么？我的是 Honda Life， 你去谷歌看一看， 360cc 而已，其实是 motorbike 的 engine 来的，只不过咧加个壳嘅时候咧，就变咗系 Honda Life 360cc。我开荒嘅时候咧，系揸 Honda Cup，Honda 70cc 嘅。所以当时咧，我就喺度祈祷神啊，可唔可以帮下我？有需要架车，我到底载一个人，车可以载三个人，可唔可以咧？咁咧当时咧，神又好幽默喎，你要咩车咧？我咩都冇。好簡單㗎啦！既然我有漢達級，俾我一架漢達就好啦。神話得啊，係漢達，但我冇講清楚漢達乜嘢喎。咁我接到個電話嘅時候咧，就係、是、個醫生啊。李牧師，我睇你坐個漢達級咧，我心好覺得咧就唔舒服啊。我有感動咧，咁咧其實係衝動嚟嘅。咁咧就係話咧，我已經咧就幫你買咗一架車喺嗰度。咁我睇到文理廟嘅咧，嗰度咧有燈啊一架。咁咧我打去嘅時候咧，哇！這個都係信徒嚟嘅，非常之好，而且好平啊，平到不得了、啊。我就話醫生，你賣咗幾多錢啊？其實講個價錢，哇！有咁平嘅漢達咩？啊，唔止噶嘛，邊度咁平嘅？
我一睇嘅时候 ，Honda Life 唔贵得啦，咁鬼平。跟住咧，我开始载人咧上山咧，就一定要全部落晒上去喺嗰度。然后咧就系话咧过埠咧，呢架车咧就一定入厂喺嗰度。阿牧师，我睇到你架车嘅时候，就好似 Mr. Bean 嗰、那个，仲细过 Mr. Bean 嗰架车喺嗰度。佢话咧，我真系顶唔顺啦。佢话我真系要悔改。我话你点样悔改咧？你不如咁样好唔好？我送架车俾你。哦。都唔錯啊！如果你咁樣悔改，就證實你有悔改嘅果子啦。咁你一定要獻嗰啲咧悔改嘅果子俾我嘛？嘴唇嘅果子唔係幾好嘅，咁獻嘅祭物咧就係話咧平安祭啦 ，peace with 啦，即係話咧要同人和好嘛。佢話不如啦，牧師，你覺得依家 BMW 點啊？好唔好啊？送俾你用啦。哇！神啊，我祈禱係 Honda 喎，唔係 BMW 喎，啊！俾我 BMW 啊！我细细声同个姊妹讲：姊妹，你唔介意啊？我唔系嘥命啊！不过咧，我就系好直，有一句讲嗰句啊，我就唔会占弯抹角喺嗰度。我话如果你将呢架车送俾我咧，唔知系帮我咧，或者系害我咧？阿牧师，点样会害你咧？我话你知唔知道 Honda Life 咧？我的 maintenance 是zero 来的，你的 BMW 呢未入厂，即是说呢，即是打个电话去 book 的 appointment 呢，你知不知道呢，就说几多百元在那里，都未看啊，都未 check 啊，都未做啊， consultant fees。 哇，我这样下去的时候呢，我坦白说真的不行，所以不怪得呢，我的好朋友打到坐最明前任的卫生部长，咁咧曾經咧同佢一提一段時間咧都配搭，我幫佢翻譯，所以佢多數咧都係好好人。佢就將佢嘅司機咧揸住架車載埋佢，載埋我咧，跟住咧就去做翻譯嘅工作。然後咧翻嚟嘅時候咧，因為好遠路途嘛，咁咧佢嗰架車係好靚嘅 BMW 嚟嘅。咁咧我話呢個好舒服喎，真係好定喺嗰方面。跟住佢同我講咩？牧師 ，BMW 你知唔知係咩意思啊？我話你講俾我聽啦 ，BMW 叫做 Manya Makan Wang Wei， 賣嘅時候七百千，一年都未到。如果要賣四百千冇咗喺嗰度，係咪 Manya Makan Wang 嘅？弟兄姊妹，呢個姊妹一信咗耶穌嘅時候，哇，好熱心噶，去服侍其他嘅人，感謝主。哈利路亚，神的同在，不一样的预告。第二，不一样的圣诞是不一样的名字。多谢我们的弟兄姊妹，好醒目，有前途。你请负责 PowerPoint， 你不要看，我只有 Power to Point。你呢？哇！即刻就揿咗喺嗰度，呢个系好自动嘅。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，他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耶稣，耶稣。好多人咧读到呢度，特别未信耶稣嘅人咧，我哋一讲耶稣嘅时候咧，你冇同我讲耶稣，你冇同我讲耶稣。好多时候咧，我就好中意问佢，特别系嗰啲未信耶稣嘅，点解要咁样讲咧？你知唔知道耶稣嘅名系咩意思啊？lost 我咯，所以咧就话你要讲耶稣咩？喺教堂啊，请耶稣啦喺嗰度啦，即系意思话咧，长气沉气 lost 就叫耶稣喺嗰度。我哋都搞错嘅，咁唔系系乜嘢啊？我话你问我啊，啱咗咯，你睇下圣经啦。耶稣嘅名叫做咩咧？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，这个意思就是救主，是拯救的主。犹太人曾经呼叫很多的名，他们叫过士师的名、祭司的名、先知的名、君王的名，但很多只能够给他们什么呢？暂时的帮助，
只能够带来咩咧？暂时嘅释放。所以因为咁嘅缘故咧，佢哋根本冇一个拯救嘅主，直至到咧耶稣嘅名出现，佢就系救主，佢要拯救，佢要释放，佢要医治，佢要改变，佢要帮助。今日好多宗教都有佢哋嘅教主，而且嗰啲人咧未信耶稣，当我哋传福音俾嘅时候咧，佢好中意讲嗰句说话噶。佢讲咩咧？信乜嘢教都系一样噶啦，所有嘅教都系叫人咧好嘅，教人哋好嘅。我一听完咗时候咧，我即刻讲啱。非常啱，但系啱一半啫。啊，点解会啱一半呢？我话有啲宗教咧，系教人哋点样咧，系将炸弹放喺身上度，跟住咧唔单止自己炸死，而系炸死其他嘅人嘅。咁呢啲教系咪好嘅教咧？系咪教人哋好咧？系教人哋坏噶嘛？所以真正嘅宗教只系识教人哋啫。但今日有冇真正拯救嘅能力，而唔系单单教？如果系教嘅话，我哋已经听咗好多教。喺屋企入边，阿爸阿妈成日同细蚊仔讲，教佢哋点样咧？我教你啊，乜嘢粉都可以食，除咗白粉。嗰个细蚊仔听咗个教训，佢会唔会照做咧？照做。你讲的粉可以吃的，他偏偏不吃。你讲的白粉不可以吃的，他偏偏去吃。在学校，阿 Sir Miss 是不是教我们呢？成日都讲的就是说，千万不要动，动了屁股就会痛。不单止是屁股会痛，他说你全身都会痛。但你教佢点样唔掂，佢偏偏去掂喺嗰度。今日我哋需要嘅系乜嘢？系一个救主。如果唔系嘅话，就好似一个人跌落一个河嗰度，跟住咧喺度挣扎，一面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你就出现咗，好似一个教主一样。我教你几招，你放松一下，你嘅手咧系咁样，你嘅脚咧就咁样。跟住咧，你个口就咁样，你就得救啦。佢会唔会讲多谢啊？佢会话救命啊！救命啊！点解咧？呢啲都唔知听咗几多。佢要嘅系乜嘢？唔系教法。第二个人落嚟嘅时候，讲都唔讲，教都唔教，跳落去救咗佢嘅时候，跟住咧佢醒咗，慢慢先去教佢。做了戒毒的工作配搭都有一段的时间。吸毒的人，我们经常强调一件事，你一定要信耶稣。如果你不信耶稣的话，他怎样能够拯救你？如果你不要这个救主的话，你来我们只能够教你，就好像其他的这个政府的戒毒中心一样。是不是教他们呢？真的教的。而且呢，教他们成为一个兵一样，日日在那里操，操到呢就叽哩喳啦，叽哩喳啦，叽哩喳啦，好像兵一样来的。但一出了个门口的时候呢，即刻就搭低，即刻就吃回白粉。不是我说的，报纸都有写的，他们的部长都是这样说的。甚至那个高，最高的部长呢，带着他的官员呢，来，就是说呢，考察我们的戒毒中心。跟住咧喺記者嘅面前咧，就問我啊，同埋其他嗰啲喺嗰度，成功嘅定律係乜嘢？點樣先係叫做真正嘅戒甩毒咧？阿督，你又點樣認為咧？我哋好簡單嘅，只要佢唔再食翻白粉，成功 pass。但是在我们的中心里面，不是单单戒甩这个毒瘾，
要戒的话很容易的，一个礼拜就戒完的了。但是这个心印里面呢，是一生一世。我们不单止要帮他戒掉白粉，不吃白粉，不可以偷，不可以抢，不可以呃，不可以吃烟，不可以喝酒，才是真正的 pass。 他面对着记者和所有的人说，不可能，好像他讲过一样，不可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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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在人是不可能，但是在神万事都行，而且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在那里。你真正的接受耶稣基督，第二件事我们就会强调是什么呢？你一定要被圣灵充满。吃白粉的人，对不起，是邪灵真正的进入捆绑他一生一世，所以他可以住在这个坟墓那里，他可以呢就是说不冲凉几耐都得在那里。正常人不会这样，只有一种，就是邪灵的工作。如果要对付邪灵的话，就一定要圣灵的充满，他才能够得胜，是一生一世的得胜在那里。所以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？是一个真正的救主能够拯救我们。你有没有求告这个救主的名？你有没有试试喊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呢？曾经有一个弟兄，当然在这里弟兄姐妹有些都懂得气的，他信了耶稣的时候呢，他就很热心，就一味跟他妈妈传福音，传福音。他阿妈咧就未打痕，同佢啲仔女讲咧：我好中意你大佬翻嚟探我，但系唔好成日咧就讲耶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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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喺嗰度。直到一晚，佢阿妈瞓觉瞓到半夜咧，突然之间咧一半嘅身体咧唔喐得，佢知道咗中风，一系瘫喺嗰度。当时佢想嗌，大家嗌唔出声我，佢突然之间谂起。他的大仔成日啰哩啰嗦讲到耶稣的时候呢，他一想，他说耶稣如果你是灵的话呢，我信你，我即刻就受洗洗礼。第二日一醒的时候呢，他好咗，拉他的仔即刻冲到我的面前跟我说，牧师，我要洗礼。我说，蛤？我有没有听错啊？你曾经咧就大大声讲咧，打死都唔会信耶稣噶，你而家仲要洗礼添？咩事发生啊？佢话寻晚我谂到耶稣，耶稣医好我。隔篱嗰啲仔仲有啲未信嘅，就问佢：妈咪，点解你只系单单谂耶稣？其他你拜咗嗰啲咁多年咧，你都唔会谂佢哋啦？他说如果他们几十年我这样服侍，他们都不会来帮我的话，但这个我不懂的，我只是想一想都这么漂亮，我一定要拜他。今天你试一下，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不要一遇到麻烦，一有谈烦恼的时候就叫什么名字呢？叫酒的名字 Brandy 啦，或者咧就各种嘅色酒嘅名咧，你越饮嘅时候咧，苦照万悲嘅，系越嚟越痛苦噶嘛。一有麻烦嘅时候咧，压力嚟嘅时候咧，而家啲后生啊好兴系咩？烟仔嘅名啦，嗌唔同嗰啲牌子嘅烟仔，因为咩嘅热？但系我俾你知道咧，烟酒唔能够解决问题，烟酒只能够增加问题。你试下放低嘅烟同埋酒。你嗌耶稣，如果你嗌唔出嘅话，你谂呢个名字，耶稣就要彰显佢与你与我同在，直到世界嘅末了。第三样，亦系最后一样，不一样嘅圣诞节，系不一样嘅生命。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节，
正思念这事的时候，有主的使者向他们中显现说，大卫的子孙约瑟，不要怕，只管娶我们的妻子玛利亚来，因为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。耶稣的生命和你和我的生命不同，是有些分别。那分别是什么呢？你和我的生命呢，是四个步骤。无论你信耶稣也好，未信耶稣也好，都是四个：生、老、病、死。我们没得选的。昨晚我所说的生，你有没得选呢？没得选的。我喜欢呢12月25日，所以呢我选12月25日来生在那里，没得选。老有没得选？我们都不想老的。你发现到咧老咧，我越慢慢观察老嘅时候咧，我哋中国人讲啲说话咧，有时真系咩咧，好有意思，返老还童。你越老咧，你越似细蚊仔嘅。我唔知道你有冇谂啊？如果你未谂咧，即系你仲后生，你一谂咧，你就肯定老咗噶啦。所以有时我想一想，我想一想，为什么会叫返老还童呢？我就留意，是的，细蚊仔的时候我们是蓝尿片的，是吗？穿尿片的，所以有 S size、M size、L size 在那里。你老了的时候，现在 supermarket 隔离还有一个尿片，是特别为老人家而备的。你冇发觉嗬？即系证明你仲后生。我发觉到咧，而家咧有好多咧老人家嘅尿片嘅、，XXL 喺嗰度嚟噶。有时咧，我真系好想去试下，点样嘅反应喺嗰度咧？系点样系？即系话咧个感觉系点样嘅咧？喺嗰度啊，返老生老。病，今天的病，我和我的好朋友的医生呢，有些是专科医生来的，有牧师很坦白地跟你说，现在人的病呢，我们做医生都搞不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单单读个名字都不懂怎么去读，古灵精怪的名字。你发觉到现在的病毒是什么呢？搞搞下的时候呢，搞个 Omicron 来在那里，咁咧就係話咧，你要希臘文咧嗰度，你要希臘埋 Alpha Delta Delta 咩喺嗰度 ，Omega 喺嗰度。哇！如果去到 Omega 就死噶咯喎，喺嗰度。即係話嗰啲病毒咧嚟到一個地步咧，即係話咧病毒咧，你根本咧你好難去讀。如果嗰個醫生咧同你講咧，你嘅病咧係谷喺嗰度嘅時候，你話咩嚟嘅喺嗰度？你可唔可以簡單啲同我講個病咗咩病喺嗰度咧？我都唔識解啊！呢啲病好難解喺嗰度。有冇得拣呢？冇得拣，生老病死。亲爱弟兄姊妹，有冇试过谂一谂？有冇得拣呢？我觉得只有一种拣法啫。个拣法系咩呢？你可以试下瞓下棺材，咁咧至你感受系点样嘅？跟住同个棺材保佬讲咧，呢度可唔可以鬼窄啲咧？因为个脚咧顶住喺嗰度，然后咧呢度咧可唔可以挤啲 cushion 咧？因为咧个825咧就系硬住喺嗰度，好难喺嗰度。你知唔知道喺台湾、韩国已经有人做咁样嘅生意咗？你嚟 ，OK， 试下拣好咗，跟住咧仲可以拣咩咧？你要咩诗歌都可以拣，你有咩人咧同你讲道咧都得，而且咧仲可以点名。咩嘢牧師？跟住咧就係話咧，要編著經文點樣信息嘅話，所以有人移 book 我冇。牧師，你老過我嘅喎，唔一定噶。我個同工入邊咧有好幾個咧，佢比我行先嘅喎。到今日，佢哋都覺得驚奇。你牧師，我以為你先行嘅，我唔係喎，你行先都唔定喺嗰度。我可以幫你嘅喪禮喎，不過我哋可以大家有個協議啦，你幫我，我幫你，因為大家都同行啊嘛，係咪？我有事，跟住我去嘅時候咧，你幫我主持，跟住咧你有事咧幫我主持，我睇下邊個去先啦喺嗰度。不過咧，我比較長命啲喺嗰度，
弟兄姊妹，我讲到咁样嘅缘故，我俾你知道咧，就系话咧，有冇谂？有冇得拣？有，但系拣咗嘅时候咧，系死行。圣经讲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，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今日耶稣就示范俾我哋知道，佢俾我哋知道佢嚟嘅时候咧，佢话我系生命，我叫人得生命，你就得更丰盛嘅生命。但系三十三岁嘅时候咧，佢就被钉死喺十字架上。弟兄姊妹，佢嘅目的系乜嘢？佢嘅目的就系咧，能够真系咧，藉着死败坏掌死期嘅魔鬼，跟住系点样咧？要释放你同埋我一生怕死嘅。但耶稣被埋葬咗嘅时候咧，三日喺三日入边，佢示范俾我哋知道，佢已经系胜过咗呢个死亡。系对住嗰啲死多人讲乜嘢？死啊！你个毒钩在哪里？你个权势喺边度？冇晒噶啦！所以耶稣咧就点样？三日之后就复活咗。佢嘅生命生老病死，佢系点样咧？复活。呢个系你同埋我可以选择嘅。弟兄姊妹咧，你同埋我经过死亡嘅时候咧，都唔使惊。诗篇同我哋讲。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。大多数甚至有经验的人写了书，访问那些曾经死过的人，跟着翻生，然后又死过那些，到底你们的经历是什么？几百人讲同样的事，就是当他们一死的时候，他们会经过一个隧道，这个隧道是黑暗的，暗得不得了的，跟住咧，突然之间咧，最后咧一道大光，佢哋会睇到佢哋唔中意睇到嘅嘢，大多数都系牛头马面，但系好少数佢哋见到系咩咧？好慈祥嘅，好似耶稣喺度等住佢哋，带住佢哋。所以今日你同埋我，当我哋一死嘅时候，我哋嘅灵魂要去边一度？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选择。如果你不选择的话，你是被逼拉去到就是说地狱的里面。但如果你相信的话，你接受的话，耶稣基督的生命，复活的生命呢，都是在我们这个生命的当中。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一节，你跟我们说什么？他说仍然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，也必藉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，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也活过来。所以其实信主的人很蒙福，一死的时候，神就给我们复活的生命，我们就不会害怕，我们就不会彷徨，我们就会害怕的看到那些东西。我们看到是什么呢？是光明的天使，是神的同在。我们要去到什么呢？耶稣所预备的地方是非常美好的。说回个医生介绍那些病人来看我的，他是一个名医，他是大公司里面的医生，所以很多但是达都有钱有地位名医的人呢，都是看戏的。而且呢，他的看病是排队的，即是说生意好得不得了。但有一天，他竟然接受到的消息是什么？是自己所心爱的太太子宫生 cancer， 而且是不得医那种，他根本不可以接受。我自己医了这么多人，连我自己的太太都医不好。一个姊妹信主的，就好心好意跟他说，不如今晚带你的太太来教会聚会，牧师为祈祷啦。他闹到去一直剧咁样，佢我做医生的，我都医不好个太太，送到去教会牧师按手祈祷就搞掂，咁我招牌在边度啊？但是当佢一咁样反应的时候咧，个太太好识做，拉住佢嘅手，佢明白太太求佢。今晚带起一个聚会，两公婆去到呢个聚会嘅时候，牧师祈咗祷，佢哋翻去，
太太睡觉到半夜，感觉到子宫有好似电流咁样塞咗喺嗰度，佢惊，佢惊咧就系话呢个肿瘤或者咧就又出现咗好大嘅问题，佢嗌醒佢老公送去医院。一送去检查嘅时候，个专科医生话冇可能，佢哋有医学嘅根据，佢哋咧有证人写咗书嘅，甚至咧就系荣耀归俾神，佢冇可能啊！cancer 竟然消失，冇咗啊！佢做医生嘅，佢根本唔会信，冇可能，冇可能，佢自己再 check， 跟住咧就揾另外一个专科医生再 check 嘅时候咧 ，confirm 冇 cancer。弟兄姊妹，不一样嘅圣诞，神嘅同在，医好咗佢嘅太太嘅时候，呢个老公接受咗耶稣。脾气改咗，好中意赌鬼配都改咗，好中意食烟都改咗喺度。最奇妙嘅，日日夜夜咧传福音。最奇妙嘅就系神俾佢一个恩赐，医病嘅恩赐。佢为人祈祷，好多人得着医治，但是你达到带领好多个信主得着医治，所以咧生意夜排长龙。他跟这班人说，如果你要等的话，你等很久，不如你排这里吧，这里呢不用钱的，很快的，在那里。为什么呢？每个来呢，我只是按手祈祷搞定，按手祈祷搞定，在那里。这里呢我要慢慢查，跟着呢就是说你被约在你，跟着要跟你说在那里呢很长时间的，不如你在这里。就因为这样，很多呢转过去那里信了耶稣。哈利路亚！不一样的圣诞节，神给我们奇妙奇妙，你来呼喊这个名字，一切的起身来。你的需要是什么呢？今天你需要得着医治，你财务出了问题，经济有负担压力，细蚊仔有问题，种种的问题，你试下来求告主的名。亲爱的朋友，无论是实体或者是线上，你从来未嗌过耶稣的名，你从来未邀请他进入你的生命的，你试下今日一起来叫耶稣的名。你已经是经历了这么多，你叫了很多人的名，很多东西的名你都试过，不争在这个名，你只要叫一叫，你只要经历一下，你就不同了。不单止你不同，你身边的人都不会不同，你的亲戚、你的朋友、你的家人都会因你不同，他们变了不同。所以不一样的圣诞是有不一样的救主，所以今天救主耶稣就要改变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请你跟着我们祈祷，我讲一句你讲一句，我们一起的来宣告，所有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的来支持，都跟着你祈祷。特别是我们的朋友，我邀请你跟着我们祈祷，然后今晚最迟一个礼拜里面，你都会经历不一样的经历。你有平安，你有喜乐，你感觉到神与你同在，是不同的。试一下这个祈祷，一起诚心来祈祷。主耶稣，我相信你，我接受你为我个人的救主，用你的宝血洗去我一切的罪。你的话语说，我心相信，我口承认，耶稣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。多谢你拯救我，改变我，
祝福我，带领我，使用我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字，阿门。俾主一个得胜嘅掌声。深邃美的祝福，就是能认识主耶稣。Amen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能信靠主耶稣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唱。就在高山深谷，他会伴我同行。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，这一生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。现在你开始，刚刚我们的牧师啊，在为你祷告的时候，邀请你节制祷告的时候。我相信不一样的圣诞，因为我们的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。哈利路亚。当你在面对人生问题的时候，你呼求耶稣的名字，因为他要给你不一样的生命。我同行，哈利路亚。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，这一生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。是的，就是能认识主耶稣，认识主耶稣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。信靠主耶稣，是的。走在高山深谷，他会伴我同行。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。走在高山深谷，走在高山深谷，他会伴我同行。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。 Amen。 亲爱的朋友们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相信在我们的人生当中，我们会面对许多的酸甜苦辣。我们也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的的确确有一天都会面对到死亡的来到。但今天你听了这一堂信息，借着我们的讲员廖国华牧师所分享的不一样的圣诞，因为我们的神是与我们同在神，尽管你的问题多大，他都是一直与我们同在神。哈利路亚， Amen。 所以你要紧紧的抓着。第二，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只是知道教，而但我们忽略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我们这位耶稣基督救赎主，他是拯救我们的神，他是让我们能够脱离一切的捆绑的神，呼求他的名字，最后你的生命，你在耶稣基督里面生命，不只是在现在有改变，你将来是有盼望的。 Amen。感谢主。所以今天我相信是很美好的一个聚会，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圣诞聚会。不要再把焦点放错了，焦真正圣诞节的焦点就是我们主耶稣，阿们吗？所以盼望在线上的新朋友，倘若如果刚刚你有做这样的一个祷告，真的是挑战你继续的相信耶稣，继续的能够来经历他的奇妙，经历他的美好，阿们。
当然同时你也可以联络你所认识的基督徒，哎，我接下来我应当要怎么样做啊，这是非常重要的哈。所以盼望啊，如果在线上有新朋友的话呢，可以联系啊，在我们当中，或者是可以在啊，就是可以在以下留言哈，让我们知道哦。OK， 我们就可以啊安排来联系你。感谢主，所以今天是一个很美好的一天，可以说阿门吗？好吧，我们再给上帝最荣耀的掌声，哈利路亚！不一样的圣诞，阿门。赞美主。好，在这个时刻呢，哇，我们的聚会啊也就到尾声哈，真的很感恩啊。今天啊也要谢谢，无论是从昨天到今天啊，真的谢谢所有的啊服事人员，真的啊在这疫情期间真的是很不简单啊，能够啊大家都能够很卖力的一同的能够来服事，好不好？给你们一个鼓励的掌声。同时也谢谢敬拜团啊，也谢谢昨天的啊这些的啊，就是这个执勤的表演啊，以及主日学的这个啊，就是啊，就是这个舞蹈哈、啊，以及昨天主日学早上也有啊这个啊布道聚会哈、啊，也谢谢老师们的付出，感谢主。所以呢，在这个时刻，我们当然也很谢谢啊我们的特别讲员哈、啊，刘国华牧师以及师母长们当中，谢谢他们啊，谢谢他们啊，非常感恩啊。真的很感恩，所以也谢谢所有的参与者在当中。好，在这个时刻呢，我们话不多说，我们就一起以主祷文啊来结束今天的聚会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，哈利路亚，阿们。好，感谢主，愿神赐福我们平安上会。